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恋，你会怀疑，会有嫉妒心，你会很冲动，这样你没有办法去克制你自己。在梦境中出现的都是在监狱里面的画面。进大学以前呢，叫你好好念书啦，你不要想东想西啦。然后上了大学，就该赶快叫你修爱情学分。结果你很快就被推到一对一的状况里面，你当然就很容易出现情绪上的困扰。请锁定大爱探索周报。